特对戴尔啊，我们要开启一个种豆的竞赛。主舞台的种豆已经开启，这局卡特对戴尔，大家比较看好谁？可以用种豆的形式来预测一下比赛的结果。另外没有豆子的朋友也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转盘 logo 分享直播间，可以免费抽银豆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啊。哦，能看到戴尔已经是换了短袖啊，卡特依然是长袖，好家伙，卡特热不热啊？但是领结是摘下来了啊，领结摘下来了。对，那个坐进沙发找不着人，那个叫米亚赫，对，不是麦克劳德，麦克劳德更黑啊，麦克劳德那个不是，咱们说那个找不着人那个是米亚赫，那个他是皮肤稍微带点棕色啊，人放进沙发直接找不着人了啊，好家伙，这要眼神是吧？闭着眼也不笑。融为一体，完美。Eight. 广戴啊！哎呦，戴尔这杆闯祸了，戴尔。Dominic Dale eight. 闯祸了，闯祸了。卡特的世界排名是第24位啊，戴尔的世界排名是第59位啊。火箭的比赛是晚上7点钟啊，就是20号的19点。大家可以订阅一下主播一诺的直播间，房间号390653。20号19点我们将直播火箭奥沙利文的比赛。9。粉球推杆，一库弹起来。看一下左下，没问题。50，中低杆轻轻一点。60，黑球的右下底带。丁俊晖现在排名是第8位，右下底带小低杆继续一点。24，这个时候这个戴尔只能是期待看看卡特有没有什么围球上的失误啊。不过这个局面中间这几颗你让他失误还真的是挺难，这几颗没什么难度的。到这个段位双方一看都比较有数啊，关注点在于底库这两颗跟右侧单独的红球，以及中间这四颗，其中粉球正下方的那颗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拆解。39。40。
47.嗯，可以。54。右下的底带。55，没问题，顶了一下，右侧的中带有单下，啊，那我们刚刚说的难点，粉球正下方的这颗。看看是否有单下。拿架杆薄一下右下的底带。可以。69。看一下右下的长台。丁俊晖的比赛恐怕得8月16号之后。哇，这就又上手了。戴尔说我就开了个球，对不对？好，左侧的中带。你总不能不让我开球吧？9 所以就逼着这些运动员啊，说这个把这个开球你得好好练一练啊，你开球不能漏机会，对吧？你碰着这种状态好一点的球员啊，开球漏了直接就上手了，有可能就一杆制胜。哎，对吧？嗯，台球是两个人的运动啊，你自己玩的是吧，很嗨，不行，对手还没上场呢。嗯，最右侧打一个薄边转角两库，好家伙，戴尔这一杆白球直接没有控制住啊。又是一杆光带。没问题，多米尼克戴尔上手了。嗯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啊，呵呵，这个也是个活宝啊，这个是。对，他的绰号是太空人啊。为什么叫太空人你知道吧？就是因为他脑回路比较清奇，就是你跟他说东他一般的跟你说北啊或者南啊，连说西都不说啊，对吧？你跟他说大他说小，那还是比较正常的人。
你跟他说大，他说颜色啊、哦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跟他聊天总是感觉就是对不上，你知道吧？属于这种，所以大家就干脆给他起个绰号，就是太空人。I'll cancel. Hmm. 直接薄白球，哎呦，还真是回去了，但是袋口留下机会了啊。嗯，顶到篮球，看看，哦，黄球这个位置还是可以打的。没问题。拿架杆，左下底带。中式是吧？打中式的话，小黄车第三款、第二款啊、哦，都可以，第五款都行。你看一下你喜欢哪种？嗯。粉球，哎，有点光带啊。Oh, that's four. 哎呦！ Foul. 我的天哪！今天第二回了啊，球员有球员把这个。目标球或者白球给打出去啊，这第二回了。好，这是传说中的杆法，学会了吧？这种叫低跳杆，哎，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，一共有三种传说中的杆法，目前已经失传已久了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咱们刚刚看到这个低跳杆了啊。第二种叫什么呢？叫高呲杆啊。哎，打高杆的时候，呲了啊，高呲杆啊。第三种呢叫吐鲁杆啊，知道吗？吐鲁杆是什么呢？就没打着球啊。哎，这三种传说中的杆法，我们一直在寻找，说这个有哪位高人啊，这三种传说中的杆法都学得会的，都能熟练的运用啊。是吧？嗯，就比较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，红球堆最右侧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好家伙，卡特也是放飞了啊，放飞自我了。一看这个戴尔传说中的杆法都出来了啊。直接就随便打吧，是吧？好兄弟也不说那么多了，人情世故一干。哎呦我的天，戴尔今天是应该是没带显卡。哇，嗯，咱们看一下。哎呦我的天，哦，
往前顶一下是吧？嗯。绿球，哦，没问题。Four。Five。两库弹起来，哎呦，顶到粉球，粉球应该没得打，轻轻点一杆，做一杆斯诺克。I'll catch a five。嘿嘿，戴尔又被防了一杆。四库五库吗？没有解到，左侧中袋还漏机会。嗯，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打黄球好一些啊。哎呦，选择咖啡球。那还是要用架杆啊。行吧。Five。嗯，横台。弹起来，这杆粉球还能不能打得到？嗯，好低杆啊，都走多了，我还走呢，嘿嘿。12。嗯，直接打个薄球。我看是错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戴尔，这杆要不要试一下反切？来了，哦，没有能切进，完了，袋口又漏一个。哇，这时候卡特这种状态，见点没啊？卡特说你多虑了，这颗我就不进。可以。哦。嗯，绿球还有的打。哎呦，有没有组合球可以找一下啊？这个有没有？最终没有选择找组合球那种位置，利用中低杆转角两库跑白球，算是跑回来了，但是依然是有这种大角度的中长台。卡特现在是你给机会，不管什么样的球他都往里打，这时候他准的一批。就是手感火热的时候啊，就正常你跟他打，就有点打不过，对吧？然后别说这个他手感火热，你还没什么手感，所以这个时候戴尔就是你看看能不能拿下一盘啊，就挺好。正常的话以这个手感应该差不多3-0了。嗯，哦，下次呢？看看啊。
有没有？45分的分差，台面还有43，嗯，已经是超分了。嗯，但是戴尔可以通过做斯诺克啊。Eight. 9. 嗯，好，看一下，把黄球打下去，白球尽量是藏到咖啡球后面。可以啊，做了一杆。左侧的库边一库或者是两库来去勾啊。没有解到，哎，还蹭到黑球啊。玩呢。哇，这一下足够了。嗯，卡特说我就等你给我这种常态啊。22分的分差。哦，没有打进。哎哎哎，中带是不是要漏？有的薄。拿架杆，中低杆，或者是轻推。哦，两库刚好是咖啡球右上。Five. 哦，低杆弹了一库。哇，不错啊，这杆厉害了。这手力度控制还是有的。哎呦我的天，哎呦，注意身体啊老戴。好家伙，14。嗯，来了，嗯，已经是，哦，哇，已经是确保拿下了啊，戴尔可以啊，翻盘，哎，面带笑容。是吧？嗯，没见过这么玩的，是吧？哇，这回就见过了啊！啊，之前我就说啊，有一些观众就愿意问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开球不炸球啊？啊，你是没碰着合适的人啊，对吧？没碰着合适的人啊，碰着合适的人就炸了。Rambo， 好，咖啡球。哎呦我的天，哎呦，怪吓人的啊。好，看看左侧的中带啊。啊，老戴啊，你这可还行，机会来了把握不住。
卡特也没打进。右侧的中袋袋口附近这颗红球，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啊！不需要拿架杆吗？哎呦，呵呵，哎呀，老戴啊，可以的。黑球直接，哦，那这样的话这盘戴尔机会很大了。哎，嗯，直接入局。 9 黑球的右下，哦，又光带戴尔 9 戴尔，哦，笑得很开心是吧？没带显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理解啊。今儿没带显卡。嗯。拿架杆，嗯，没问题。先解决一下中袋这颗吧，这个时候打右上顶袋这颗感觉不是太容易进啊，这种其实有失误的概率。哎呦，是真的准啊这会儿，但是这颗即便是打进啊，这个白球这个位置彩球的连接也是不太容易。哦，你看戴尔全都是戏，就是你把戴尔的这些表情把它都剪到一起，感觉都能拍一部电视剧。表情应该比奥查利文一点也不小，一点也不少啊，别一点也不小。嗯，中带的粉球可以。18 19可以，左下底带这两颗优先解决上方这一颗，这样粉球继续连接右下。这两颗红球的左下底带还是有单下的，33。嗯，没问题，左下底带倒倒。39
过去。嗯，右下 46 中低干一点，哦，下方底会弹起来，走的稍稍有一点点小，不过这一杆可以顺势解决一下库边的这颗红酒，要不要直接带？哦，放白球直接跟着进了中带。Dominic L6， 好家伙，嗯，右侧中带打进，26分的分差，分数是足够的。Five. 漂亮，好球。Six. 嗯，低杆弹了一步，叫到翻中带啊。左右两边这两颗都可以尝试翻中带。哦，尝试了一杆翻中带没有打进啊，看白球这个落点，左下底带还是有直接薄球的这种进攻。拿架杆尝试了一杆薄球，没有打进，继续左下。哦呦，光带，嘿，只要是这个戴尔啊上场，你就可以多关注他的一些微表情啊，叙事性很强。哦，可以直接尝试一杆。哎呦，这一杆就等于想要直接来做斯诺克。哎，哦，阴差阳错还真的做到了，需要扎杆。分边的防守，哇，稍微差了一点点啊。嗯，不过这杆也是做住了，但是好紧，一库轻轻粘一下，没问题。嗯，奔着中带推了一杆。没有推进，是不是还有的薄？哦呦，帅，我退的好啊。挥棒，嗯，选择篮球，轻轻点了一杆，哇，要下球，太远了这个啊，
这杆看白球能不能尝试往篮球附近这个位置塞。哦，卡特这杆是选择把白球放到顶库的中心这个位置。这个比赛虽说是啊，不一定都是一杆制胜啊，这场球，但是你会感觉它节奏非常快。放。这两个人基本上考虑到出杆啊，都用不到20秒啊。哎呦，戴尔闭目养神，睡一觉啊，又嘿嘿偷着乐。你说，你说他不叫太空人，谁叫太空人啊？就这一副做派啊。就跟这个正常的地球人啊，是吧，差别就是有的啊，人这个思维就是两样，对吧，嗯，这好家伙，为什么那么多的球迷喜欢他啊，你就跟看电视剧似的，这个呢on the front, no chance. 戴尔说赶紧摆球。好，咱们来结算一下这场。嗯，火箭会抽烟啊，会抽烟。聊开了啊。Are you really bothered? The fourth frame. Dominic the Elster break.可开心了，长台。哇，嗯，黑球的右下啊，直接奔着进攻，然后把上方的红球堆全部兜开就行了。哦，对吧？哎。台球不是打打杀杀啊，台球是人情世故。我进球你加分。哎呦我的天。对，是直播的比赛啊，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场。嗯，左边中带跟右下底带都有单下，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找个机会把黑球或者是粉球给解决一下，漂亮，把黑球给踢活了。火箭几点比赛？火箭今天晚上19点，7月20号19点。加赛没有加赛，没有加赛，允许打平，打平就双方各加一分。卡特现在是打平的话，他也可以出现的。嗯，直接保进。是，你看戴尔啊。嗯，他就开心的不行。推杆没有能推进，好家伙。哎呦。哇，你能让他乐啊，是吧，你能让他逗乐。好，开始喝水啊，干了。哦，卡特尝试一杆黑球左下啊，光带没能打进。
右下底带带口附近。哇，这个低杆你要干什么？这个着实是看不懂啊，他自己也没看懂。Dominic, can you declare, please? Can you declare your colour, please? Oh, yeah, I was going to. What? Pink ball, thank you. 裁判说，说这个戴尔，你得跟我说你要打哪个颜色的彩球。Foul and a miss. Dominic, there one. Alley count to six.戴尔说啊，对，我正要跟你说啊，我要打粉球，但是这杆这个接粉球又是没有接到啊。戴尔这会儿确实是不在线啊。哇，黑球直接薄进，没问题。左右两边 8 哦，哇，这个 9 这盘还有吗？这盘这么打的话没了呀，中间四颗哦，中间五颗，好家伙，没了呀，这盘 16 还真是打平吗？ 17打平，打平卡特应该也晋级啊，打平应该也晋级，但是对戴尔可能就不太一样。哦，白球，你看，敬这个啊，敬这个。这就很伤。原本是很高的概率可以一杆制胜的球啊，结果是把自己给坐住了。有一点静电。中带直接薄进。哎，看看粉球右下底带能不能打啊？哎呦，差一点点啊！这尴尬了，中带有的打。这样的话，架杆先把上方单独的这颗给解决掉啊，这一盘可以奔着青台打。哦，先解决带口这颗。行吗？这是今天最后一场，对，这是这个时间段的最后一场，然后晚上七点钟还有。篮球。哇！哼，光带进了啊！其实这杆打的有点歪了。13。14。右下底带的篮球，推杆，可以。最后一颗红球啊
90. 打个粉球也行，打个篮球也可以。20. 差别不是很大。但是这杆难点就在于咖啡球了。25. 27. 27. 27. 看一下，这杆要不要中低杆直接顶一下咖啡球？漂亮，好球，完美。34. 这也太狠了。39. 哦，这个位置打进只是延分呢，还是需要进黑球才能超分。哇，两个人最后打到争黑球，哎，白球摔带，哇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白球摔带那就不一样了啊。好家伙，那这个戴尔打进粉球就赢了。哎呦，戴尔捡了一盘啊，戴尔捡了一盘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个太戏剧化了啊。好，咱们来结算一下，戴尔捡了一盘。